我们金属哥的菜啊，都是炒出来的。喂，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梁总，投资界的神话。这位是帮我们夺得韩星餐厅的总经理刘思远。梁清然，很高兴认识梁总。坐。梁总啊，特别厉害，只要是他看中的项目。 年收益率那都不得了，夸张。之前不是跟你说梁总想在这里办晚宴吗？特地点名要干高汤。Frank， 我要是像你这么好命就好了，有这么能干的经理，里里外外都给你打理的事无巨细。那都是我应该做的。Frank 那么信任你，应该跟你说了，我对金属阁很感兴趣。 梁总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金属阁向来是客人至上的。金属阁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滩烂账，等着我来收拾。你们要打动我，我也有人要去打动。干高汤，你们菜单上没有的，而那位我要去搞定的大人物。 专门指定，一定要吃到它。梁总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出让您满意的干高汤。不要逞强，做不到早点说，我好换别家。金属阁是全北京最好的川菜餐厅，如果我们做不出，那梁总就不是更换餐厅的问题了，而是要更换宴请的城市了。梁总的晚宴，金属阁上下一定全力以赴。 很好，陆经理，可以了。好，三、二、一，开始。很多顾客认为传统川菜就是大麻大辣，实际上川菜中70%的菜是不辣的。川菜讲究的是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现代川菜以创新、传承。 不忘本位理念，素有兼容并蓄之称。这样，顾客手机里的金属阁也是完美的。请跟我来吧。你们看这张桌子，以前都是安排4位客人用餐的，但是现在我们只安排2位客人，增加了舒适度。你们菜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菜品是按照厨师的，在我们金属阁，应该不会有。顾客的用餐体验。我来的时候好好的。 吃了你们的菜，我脸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女士，我刚刚说了，我们的菜是按照厨师的标准做的，有进步。什么情况？哎，来的正好，你们看我的脸，就是吃了他们家的菜，脸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陆经理，我刚刚跟他说过了，我……啊，你先忙吧，我来处理，去吧。不好意思啊，女士，请问您是对什么过敏吗？没有。 我以前经常吃这几个菜都没事儿，今天吃了我脸就变成这样了。那您除了过敏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需要我们为您请医生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个脸今天刚做完医美，要是毁容了我要找你们麻烦。您刚才说刚做完医美是吗？刚做完医美的话，皮肤多少是有些敏感的。我看您今天点的菜品都是辛辣类的，还喝了红酒，是很有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的。不管怎么样。 这次用餐都影响了2位的用餐体验，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弥补您的损失。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3个月之内，我们免费赠送给您一次同等价位的一餐，您看可以吗？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陆经理，过敏又不是你们菜品的原因，您这样赔偿是不是有点作秀了？这位顾客这么喜欢我们金属阁的菜品。 做了医美需要忌口，还是忍不住跑来吃，这样的回头客，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留住吗？但对每一位顾客都这样，你们金属阁怎么盈利呢？盈利当然重要，但是比起盈利，我们金属阁更在乎客户的满意度。餐厅的声誉也好，生意就也好嘛。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你不要以为你拿下了恒星餐厅怎么样，你就是挂米其林3颗星，也不能随便答应别人做干高汤。别说40份了。 我1份也做不了，这东西要是端上去，我这老脸还往哪放啊？我可丢不起这人。
我们金属阁的后厨啊，就是这么的真实和严谨，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嘛。我们金属阁的菜啊，都是炒出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金属阁的总经理刘思源先生，那这位就是我们金属阁的行政总厨袁景年。刚才也介绍过了，这就是我们的厨师长上电视的袁大厨，擅长川菜融合菜。我好不容易联系到电视台，给咱们做宣传。金奖，法国的一代厨神保罗·博古斯。到时候万一要看的电视要怪我没有劝你做表现管理，为的就是尝尝回家挨骂。下面请袁师傅讲两句。笑一下。袁师傅。我们做厨师的使命就是用就美味佳肴给每一位客人留下独一无二的用餐体验。原来干高汤这么难做，真应该先问问你再答应人家。那可是 Frank 攻坚了好几个月的投资人，不行也得行啊。你放心啦，我请大鹏叔叔出马，保证没问题。井盖啊，小豆瓣，拜托拜托，江湖救急啊！哎，我问你啊，大鹏叔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能不能来北京一趟啊？我鸡酒全出，两倍出场费，帮我做40份干高汤行不行？拜托了。你就放心吧，你的事儿我爸绝对没二话。哎，对了，他今天就从曼谷回来了，不让他拆行李，直接去北京找你。大鹏叔叔还是去泰国了？可不是嘛，川菜协会会长、秘书长轮番打了几次电话，他就缴械投降了。子墨，子墨，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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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哟，全是人影，你去那儿干嘛？想死我！我进门你都见不到我了。哎呀，老爸回来我手气就好了。真真想邀请你去北京做干高汤。是真真邀请吗？真真。那当然是 OK 了。OK。OK。哎呀，爸，我收拾先走了。哇，谢谢。哎，说两句话噻。谢谢爸爸。哎呀，风风火火的你。笑啥子？